同行请尽快回座哈，现在开始上课了。So, 各位同行，大家好，大家好。哎，我大概进行教务啊，吼，起码在一起啊，第二节呢，吼，可能心肝内有啊，有咧欢喜讲下晡就会当结束。哦，啊，但是唔是干那结束呢？下晡各位拢会当得到一个毕业证书。啊！恁有听秘书长咧讲，迄张毕业证书要怎样？唔是要互你带毕业安尼吼？迄张就是各位将来担任咱台湾民政府高级官员的资格证明。大家欢喜无？有啊吼！啊，但是。迄条爱等咱接种了后，哦，才开始有效呢。啊，咱要接种，秘书长在咧问：啊，恁准备好未？啊，要接种官，啊，恁准备好未？有人答应无？啊？恁高级班啊，啊，搁准备好未？未准备好，咩来会使？哦，我今日要请教各位。啊，咱要准备啥？知影无？我们没有错，咱就爱准备法律。哦，比如你有代表咱用法律去告美国，啊，咱即马就是要向美国用法律要甲讨政权倒来。将来咱也是要用这个法律来。管理咱家己的台湾，所以这个法律真重要。啊，其实是足简单，无讲真复杂。大家若有用心去了解，绝对无问题。啊，因为下晡各位就要毕业啊，所以我今日利用这点钟的时间，各个大家复习一下，吼、哦、啊，简单。甲大家阁说明者，啊，希望各位若知影，家己发言，吼、哦，卖拢我讲啦，那我讲我声音无讲真好，讲句话少声，所以恁若知影，会用个替我讲。啊，未开始以前，我先介绍我家己，可能恁初级班的时阵，我无上过恁的课，所以。各位可能拢唔捌我，我有一个迄啰怪事吼，无讲真侪人有诶。啊，我咧想迄个事嘛，唔是我诶啦，因为安怎，我是平埔族诶，大家看会出来未？啊，看无？看无，我就脱衫互恁看。你知影比伯祖要看伊倒位无？没有错，我只有一条，无讲真名，但是看会出来。哦，手腕这里，这有一条，啊有诶足清楚，啊有诶无讲真清楚，哦，啊我另外搁一项，你诶尻川头，你诶迄个小指甲。会敢那会闭起，还是讲无真平？迄样也是平埔族的基因，
所造成，不是小拇小指头，小指头，哎，会较高啊，有诶会憋气，哎，啊，无真平稳哈，哎，迄拢是皮包做诶，好，所以大家知影，哎，啊，因为我要上课，所以我就爱穿西装。So， 安尼大家知影啦吼。好来，咱来开始。较袂予大家了时间，啊兼学一挂歹势。各位同心，恁来参加培训，目的伫倒？当然，就是要了解台湾国际法地位，台湾国际地位。哦，来。啊！我请问各位，秘书长在哪里讲的国际化、战争化是什么？恁听啊，这阵会记得未？什么叫做国际化？啊，什么叫做战争？哎，可以这样说了哦。好，来，大家过来好休息一拜。什么叫做国际法？这个你讲真紧啦吼。其实，咱若准唔知影的时阵吼，先想讲什么叫做法律？我先教大家了解什么叫做法律？是安怎咱有法律？哦，法律就是啥？就是咧规范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哦，古早人太少，啊，拢野生的时阵，社会足简单嘞，无需要法律。你行足远嘞，嘛毋捌看到一个，拄到一个人，对不？啊，即卖社会较复杂，人甲人的关系较复杂、较麻烦，所以就要定一挂法律出来规范，讲什么代志你会使做。什么代志未使做？啊，世界上国家甲国家同款，因为就爱有法律来规范国家甲国家中间。哦，啊，即摆佫进一步，不但国家，甚至团体，国家的团体，比如讲联合国，哦，还是什么北大西洋公约，对不？啊，什么大家可能也不听。WTO 还是 WTA 哦，啊，国际法咱知影，但是国际法甲咱国内一般的这法律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国内的法律拢有一个立法机关伫咧创作迄个法律，啊，国际法呢，全世界无一个创作国际法的机关。参照国家内底这个立法单位吼，啊，所以国际法要对到来，咱要来了解国际法是啥物物件，嘛就爱知影讲伊国际法是对到来，国际法是对到来，伫个荷兰有一个所在，或者海牙。迄、那个海牙有设一个国际法的法庭，啊，这个法庭诶，迄个章程内底第38条有甲规定，讲迄个国际法的法庭的法官，若要判国际事务的时阵，爱根据啥物？遐就是国际法，遐内底规定的，爱就是规定啥？就是讲头一项。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就是国际法的上重要的哦。第一项，第二项，国际惯例，国际上习惯，习惯安尼做什么遐啊，讲什么话的时阵，迄、那个伊话用个提来做国际法的迄个基础，
第三，就是讲一般的法律原则。什么叫做一般的法律原则？简单讲，条约必须要遵守，哦，这就是法律原则。因为你跟人订契约，跟人受约束，就要遵守，这就是法律的原则。哦，过来，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哦，大家当了解了哈。普通法是一般的情形，特别法是特殊的情况所定出来的物件。过来，后法比前法优先，时间上来比较，以前定的当然比即马最近定的较无效，最近的较优先。啊个，最后其他的法律逻辑，哦，啊，看听看咱有这个例的时阵，我再个个大概说明。过来，国际判例，以前国际上的事务经过宣判了后，迄、那个判例会另外会当提来以后利用。啊，以上四项，那拢用未到的时阵，发生即个国际事务，用以前讲的遐四项，拢用未到，要安怎？要安怎处理？最后会使利用国际法专家的意见，甲因的主张来做判决。哦，不过即款例真少啦。哦，虽然世界。问题真复杂，不过真侪项代志拢是重复的，所以要拄到这款例真少。过来，咱来看，啊，什么叫做战争法？战争法唔是咧教人安怎战争，吼、哦，是倒摆。啊，战争法呢，是要让战争的损害。减轻，还是避免、避免，啊，特别是对人的伤害，哦，所以这个战争法，伫咧国际上，伊话，会用个有人甲称呼讲，或者人道的国际法，哦，人道国际法，而且战争法包括啥？大家应该都会记吧，吼。秘书长嘛，我这有甲大家介绍过，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来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想说国际红十字会，大家若看电影还是看报道的时阵，你看我红十字，从一个十字架，那是啥？红十字会的标志，迄、那个是全世界公认的，哦，啊，所以那是都要有战争发生，有战乱，红十字会的车还是的人，然后这个机构入去内底要救助，哦，受伤的人还是其他的遐难民要来救助的时阵，红十字会的车的人。袂使甲拍，这是国际的规定哦。过来，美国的迄个陆军手册、战场手册内底有规定，伊爱陆军爱注意的事项，伫咧战争的时阵，袂使做虾米代志哦。最后。美国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战争的判例，哦，也拢会使提来做战争法的应用。OK， 好来，啊，你们知影下面有做国际法，下面有做战争法，过来要请问各位。
秘书长在讲的，讲要改革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根据一共两项国际法铁则，啊，我甲归纳三项，哦，其实应该爱讲三项就对了，哦，两项是较少，大家会记未？迄两项是啥？对，成功领土主权的移转，一定要有条约的根据，哦。啊，第二项，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三项，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哎，啊，这必须你讲的呢，爱讲了对啊，唔对？你哪会知？你有个证明无？无，咱即摆来个证明。因为咱咧讲啥，拢得爱实在，所以咱民政府做代志就是安尼，讲出来的话就是会当证明，哦，袂使乱三讲的。好啦，即摆来个证明看卖。我讲这三句就是要解决咱台湾问题的三支首饰，哦，啊，恁即嘛一支啊一支来个试看卖，看这开始是不是正确有效？恁就个看伊的适用性的证明，哦。首先，领土的主权的移转应该有国际法的根据。大家想不出来未？还是讲这两三天听的有这款例无？除了台湾以外，哦，可能有以前的公司嘛不提起。1867年的时阵，美国甲俄国买阿拉斯加。这嘛是定一个契约，哦，英文讲叫做迄个 Alaska Purchase， 哦，购买阿拉斯加，等于讲 Treaty with Russia， 哦，甲俄国定的迄个契约，1867年，啊，这契约安怎定？伊的内容主要就是讲，美国用720万的美金。甲俄国买偌济？1.6个百万平方公尺，平方公里，讲唔对。而且，那按你讲起来吼，一个平方公里等于后边我写这数字，3025平，咱的平吼，咱的平。一个平方公里是3000几平，啊那安尼照这个价钱来算吼，美国才用4.5块的美金买3000几平的土地，看要赚偌济吼，俗话有够，有影敢那够晒嘞吼，啊这就是咧证明，讲用就爱拍亏用。土地的迄个主权的移转，对俄国卖予美国，嘛是着爱拍一个亏哦。啊，无以后无凭无准，安尼就无算数，对不？过来，这个可能大家较有听到。1898年的时阵，美国甲西班牙战争。啊，拍一个巴黎合约。啊，这个巴黎合约内容是啥？西班牙因为拍输，所以西班牙就要放弃古巴。啊，而且佫就要割让关岛、波多黎各、阿加、菲律宾和美国。所以咱即摆
定定有旅行的节目，会当去关岛。这个关岛是安怎变作美国的？就是迄个时阵，美国甲西班牙战争啊，拍迄个巴黎合约内底的规定，所以美国一样的。所以用这两个咧，咱嘛用，咱就用个证明讲，确实有影国际上领土的主权的移转，就爱有契约，哦，这是头一项。啊，你们看到哩，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不是会通用？哦，那找你上简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几个国家？日本、德国，对吧？意大利，我这无写出来。不过主要是日本跟德国，哦，啊，大家看得出来。琉球、日本啊，跟德国，即摆敢有被美国占领？无啊，嘛无变做美国的土地。一占领了后，嘛是下因，所以开始咱会当利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就当证明讲，确实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最近美国跟联合国的军队去打阿富汗、啊个伊拉克，啊战争结束啊。这两个所在拢有被占领，但是因拢有家己成立的民政府，即嘛由因家己的政府来管理，并无变作美国的土地，也是变作英国的土地，哦。所以咱即嘛，这嘛是会使证明讲没有错。秘书长提出来的迄个论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确实。国际上就是按你的用。后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那么，国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讲先提西藏流亡政府提印度。点么印度的时阵，西藏嘛无可能讲，伊伫印度的所在，讲这个啊将来就变做。阮西藏的土地，嘛无可能的代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伫咧英国伦敦有真侪流亡政府，法国的、波兰的、比利时的，因去咧伦敦做流亡，然后伊嘛是着爱阁登去因的本国，才有法度人恢复伊的国家的主权。啊，伦敦嘛无变做。这几个国家的所在，对吧？所以，确实，你国际上咱有很多人提出实际的例来证明，讲咱这个三个法理论述，秘书长提出来，确实有效，会用的应用。啊，即嘛国际上用会使，咱即嘛提来应用的。台湾，来个看卖，领土主权的移转，就要根据国际条约。啊，咱台湾的领土的主权的变动，有几个国际条约会影响，大家还会记得吗？古金山下关条约，哦，台湾领土主权曾经依据哪些国际条约被移转过？那叫时间上来看，哦，那现在就要讲下关条约。不是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人讲的，是中国人来讲，哦，
下关条约是健康，因为拄啊那某些，第一美国甲西班牙的战争，伊签的约，或最签的约，巴黎合约，对吧？所以大清帝国甲日本帝国所签的迄个契约，就是下关条约，哦，啊，大家会记得。啊，下关条约内底定啥？跟咱台湾有关的条约条文伫倒，就是第二条，啊，来第二条写啥？写讲中国，这个所在中国，就是大清帝国，哦，因为恁头一天，我记得头一节，比如说你上课的时阵，就已经给大家说明个马关迄个下关条约开头，开明见山就写讲，大清大皇帝甲大日本大皇帝两个人签署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所在就爱说明做，中国就是大清皇帝将以下的土地全部主管以及该地所有的什么堡垒啦、军械库啦，啊个所有公共财物，永远让予日本天皇。哦，啊，以下的所在是来记下 ：A， 我用点点点，迄毋是台湾嘛？哦 ，B， 这是讲台湾的转岛，啊个伊所附属的。都是是平和滚动哦，大家会记得第二条的 B， 就是从咱台湾的迄命运转移过。啊，咧讲啊，遮的时，先说问各位，啊，佫会记得 A 是啥？辽东半岛没有错。非常好，所以我就无下出来。啊，辽东半岛是安怎？隔壁也袂当割让，哎，没有错，哦，就是满清的发源地，是伊的固有领土，所以日本就爱佫签一个《辽南条约》，啊，将辽东半岛佫还予满清，是哦。啊，这张图大家可以记得嘛？哦，你拢有看见？迄张就是满清将咱台湾挂予日本天皇，迄只牛啊，对吧？啊，豆饼拢无去，哦，人家讲，咱种时候会使讲，讲迄满清是骗人，哦。唔是伊个所在，伊用我挂号别人，而且还日本啊，就爱甲咱原住民修台，对不？所以才创造咱原住民的迄个雄伟历史，对不 ？OK， 这张你上课甲即阵可能还阁唔捌看，但是你若去荷兰比。去观光一定会去看到这个所在，对吧？是安怎？我那边给您看这张，跟咱拄啊迄个有关系。你看卖，这牛啊马溜吼，才无去啊！啊，荷兰比迄个灯塔就是伫遮，唔是满清的土地，哦。所以各位将来有机会过去看这荷兰比灯塔的时阵，我建议你入去内底，啊，看伊展览出来遐记录，恁就会看到有一个历史的记录。伊阿写讲，这个荷兰比的灯塔是台湾唯一的灯塔，有啥物？有围墙，有围墙，
其他的灯塔都没围墙，是怎样就要做围墙？因为这个土地本来不是满清的土地，满清是被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和阿伯，因为在俄兰比的那个海外常常有外国船触礁遇难，所以其中因为有美国的一个案件，我记得张那个王俊守也有跟大家介绍说，美国船受难了后起欢去躲避，结果去给我们的原住民给他抬了，后来才跟原住民签一个合作南甲之盟，日本也有，日本跟那些那个原住民台湾族的也打一次，那就是牡丹事件，因为这样，所以外国才压迫清朝，说你在那边荷兰比那个台湾美流就要做一个顶塔，如果没走船常常到那里会触礁，没办法清朝就要去做这个顶塔，但是这土地不是他的啊，所以他就要把我们的高沙族把买土地买好起好，就要派兵在那里搞，所以才要这个围墙，所以这个历史是对这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像跟他去那里跟他看看，这个塔很漂亮插到白他的历史跟我们台湾的关系很深的，现在下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来台湾之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就战书，所以就要跟人订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跟台湾的主管有关系的部分在哪里，也是又第二条的美，很奇怪，这个第二条的美好像对我们特别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日本政府要放弃台湾跟平湖的那个一切管理管理名义跟要求，这就是通敌管还是说管理管，这是旧金山合约里面第二条美的规定是这样，日本政府放弃有什么人没下，对吧？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日本有放弃没有错，但是无讲要给什么人，这个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所在当然也发生一些争论，大家可能因为有听过江苏说明，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日本就放弃了，所以现在都变我们的，但是不是嘛，对吧？ OK， 来第二条的 F， 这也很重要，以后我们台湾也要靠这个地方发展，日本政府也要放弃南沙西沙群岛，现在我又倒回来说那个法律逻辑，什么是法律逻辑？你想看看，在这个旧金山合约里面明文规定说日本就要放弃什么呀，既然在这个合约里面有写日本要放弃，意思是什么？以前日本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所有权是什么？日本的嘛。所以你中国要跟人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说他的，你写在哪，对吧？所以这就是法律逻辑，
既然日本需要放弃的东西，意思就是以前是他的嘛，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哦，啊，白纸写黑字，啊，中国人怎么跟人家花，哦，啊，不等跟人家花，又跟人家骗，对吧？啊，我们现在不能给他骗了，真是要白纸写黑字，你别想跟人家骗，哦。So， 还有一个第三条的国际条约，日华合约，简称讲叫做台北合约。这条就是马英九常常爱用的，伊个嘛是第二条，在这写啊足清楚，讲定这个契约的两方，就是啥日本。甲迄个时阵的中华民国，就该就讲承认。根据1951年9月初8日伫咧旧金山所签的对日本的合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群岛，以及南沙、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名义和要求。哎，契约顶头写条的呢，写讲日本伫咧，咱即摆就爱看这日子哦，这嘛是法律逻辑哦。你看这个合约当时签的，1952年4月28日签的。8月初5日生效，吼、哦、啊！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真以前签的，啊，拄拄啊4月28日，1952年4月28日生效，拄拄啊咧生效迄天，才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啊，这就证明啥？咧合约顶头写讲已经承认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啊。甲平和，我请问各位，你若已经给人的东西，敢未使阁给第二个？啊？我人讲一个查某囝，敢未用去嫁两个囝婿？无可能嘛！所以这都已经甲你写，一年前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啊！啊！在这个契约内底，日本哪有可能阁将台湾甲平和摕予中华民国？无可能的代志嘛，对吧？啊，所以你马英九你是干什么的？你敢唔捌中国利益啊？嗯？咱台湾人遐尼好骗呢？伊讲这个条约内底规定，将台湾甲平和已经交予中华民国啊，伊唔知摕倒一条呢？哦，咱找头甲尾拢无这个规定。所以有以上这个三个条约的内容，咱就用来判断台湾领土主权，自从大清大皇帝挂号日本大皇帝了后，到啊即阵为止，根据旧金山合约，还是根据台北合约。甚至以后任何的国际条约，拢无个出个移转，对吧？咱拄啊讲的，拢无移转，就这个天皇的对台湾的主权嘛。所以，这个就是咱秘书长的迄个论述，讲日属原因就是这个所在。这根据在这，咱会当个证明，日本天皇并无放弃，无伫个任何的即阵已经定的契约内底放弃台湾甲平和的主权，讲清楚，白纸写黑字，对吧？走，过来，
你来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应用在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时阵，要安怎来解释？咱台湾的领土主权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啊，既然那是安尼的时阵，那么蒋介石凭什么来台湾？没有错，对。一是依照一般命令第一号，直接向发布的麦克阿瑟将军哦，但是大家拢利用伊发表这个名，其实呢，这个命令是向批准的美国总统，所以主要也是以美国总统这个较重要。哦，麦帅是跟他公布、宣布这个命令出来呢。其实这个命令是美国总统发的，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刚刚即阵，奥巴马还佮有迄个管理原因的这个所在。哦，哎，这个一般命令是安怎？大家听过啊，应该还佮会记啊吼。过来重复一摆，就是第一条 A。来这下家，讲伊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哦，伫咧中国，但是满洲地外，啊个台湾以及北越，就是吼、哦、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诶，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陆海空啊个支援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哦，这是一个机名一个机型哦，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不要搞错，哦，哎，伊是因为伊是一个联军的将军，所以比总司令的命令，伊去接受。有啊，阿姨嘛有去啊，对不？过来，咱即马，我伫遮，迄、那个 B、C、D、E， 我拢个省略，因为这甲台湾无关系。但是，咱嘛个学习者，了解者 ，B 就是对，就是满洲啦，哦，满洲，啊个北韩，啊库页岛。迄个时阵叫苏联的将军来接受日本的投降。西呢，西就是南洋、泰国、印尼迄方面的日本军，就爱本来规定讲，就爱向一个迄个澳大利亚、澳洲将军投降。尾仔敢是该派一个英国的将军去接受，而且 D 甲 E，D 就是主要是咧规定琉球的接收日本军的迄个导航的接收，是派美国太平洋战队海军总司令去接收的，啊，日本本土。一是叫麦帅英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陆军的一个司令的身份去接受的，哦，而且拢太平洋战区拢分啊好势，每一个日本军的所在拢有派人去遐接受日本的导航。在这个一号命令里面，这个 F 的部分又写得很清楚，他说以上所指派的司令官包括蒋介石是只有代表联军有这个接受导航的权利，
所有的日本军导航者应该向因，还是向因的代理人导航，这个我写得真清楚。讲恁这些将军是代表联军，不是代表恁的国家，哦，所以是因为安尼蒋介石才会走来台湾。啊，来台湾了后，伊就开始甲咱骗啊。这张图各位嘛捌看过，哦，伊遮就真大胆甲咱写台湾光复。哦，伊是来占领台湾，那还讲台湾做光复，所以我讲这是跨世纪的大骗局，对台湾光复，不是台湾光复啊。咱这张图就应该证明啊，台湾若和中华民国光复的时阵，为何受降典礼顶头那挂四国的国旗？哦。啊，你若昨昏有注意听，咱新竹州州长的讲课的时阵，有搁个特别甲大家介绍。其实迄个时阵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旗啊，唔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海军旗。啊，代表啥？代表就是军事将领，人家用海军旗。对吧？不是你中华民国来占领，是你的军队来接受日本的导航，所以这个是给咱骗的。光复不是，是军事占领，哦。第二项给咱骗，咱搁利用这张图过来看，这可能大家起码看较未清楚，比较一下中国。台湾省，伊就甲咱编入去台湾省啊！日本的土地，啊，伊甲咱编做台湾省，伊阵你过来讲骗啊！哦，真的是台湾省。那你叶首长嘛有甲大家说明，是安怎讲？唔是，干咱用这两张图就通过证明啊！那是台湾，那是中国的一省的时阵。安尼，日本要导航，干那向一个单位导航就好啊。什么中国遐导航就好啊，就是这张相。日本将军向何应钦导航，伫咧都伫南京。啊，为何踮台湾另外阁办一个导航的仪式？就是咱拄啊看迄个。不是，哦，这个典礼是在台湾，大家不知道怎样哦。这个台北的，即马讲号做中山堂，古早号做啥？号做公会堂，公会堂，哦，这么样的举行，啊，那是台湾是中国的。那就爱个踮咧台湾，搁另外搁办一个导航的典礼，对无？啊，蒋介石派单于，无需要搁派第二个嘛。伊踮咧中国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就好啊。所以这嘛是证明，啊嘛是一种的逻辑上的证明哦。所以。不是台湾省，现在给咱骗。咱台湾是属于太平洋战区，嘛唔是伫咧中国战区内底，哦。所以咱去用骗啊外国集团。啊，既然蒋介石集团不是光复台湾，而是代表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之后，军事占领台湾。那么旧金山合约第六条有规定，讲这个合约生效了后，
盟国所有的占领军应在90天内撤离。哦，啊，对啊，咱有讲，迄个日华合约是伫咧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才签的，啊，90天了后，那为什么蒋介石集团没有撤离台湾？问题来了，谁允许蒋介石集团不必要离开台湾，可以留在台湾，而且凭什么？哦，那就要了解一下，这是咱的法律，哦，合约的规定是安怎？啊，伊那违反这个合约的规定，咱来了解一下。答案，什么人温存的？美国。啊，美国那也是温存的。法理上是依据，阿伯共产党阿伯搞。旧金山合约第23条，这各位嘛听过嘛？哦，23条，千万要爱记。23条规定下，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之类的管理，所以为什么美国说了算？管理的这所在，一定的这个契约内底写条的，讲我这是老大的，哦，英文讲这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哦。过来，旧金山合约第4条 B， 诶，美国要求呢吼，伊个迄个订契约时阵哦，伊拢无爱做一个写写的，拢安尼乱跳，那边咧23条，那边咧第四条，互你看条约的人看啊流沙沙吼，啊你若无注意，开始名。看不出来，到底以这个合约来的含义是啥？啊，加在咱有一个秘书长，有法度通个将这个空啊旁甲挖出来。第四条写啥？写讲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啊个日本国民伫咧台湾平遥啊个琉球等所在的财产。这个财产包括啥？包括领土所做的处理友好。日本个承认，讲你美国军事政府会当处理这三个所在，日本国甲日本人的财产，包括领土，所以美国才会使叫蒋介石来管咱。管理的基所在，所以蒋介石无需要伫咧合约生效90天后撤离，这是咧法理上咱个推上根据的遮。啊，实际上呢，有可能甲这个大姐讲的。1949年10月1号，中华民国变成啥？流亡政府啊！啊，中国叫毛泽东占去啊，所以袂当转去啊，对吧？啊，佫卡着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毛泽东派兵去占韩国。发动韩战，所以美国也惊伊讲来打台湾啊，所以美国转予蒋介石的军队继续住在台湾，表面上讲予伊甲咱保护，卖予中共打回来，其实呢，美国家己派
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所以毛泽东就唔敢派个台湾过来，哦。所以这是历史的事实啊，哦。所以咱即摆个猜，有可能甲这两项历史上发生的代志有关系，所以就介就才会使继续待咧台湾，甲咱欺负，而且拢美国啊做的好功德，哦。啊，恁即摆卖讲伤多，以后再改一把，把它算下。那个小蔡，我的时间到哪里？到10:40 ，OK， 安尼加载，还够有时间。走，我今麦过来证明哦，美国说的算，为什么？其实咱个看这张图，嘛看会出来，迄阵是受降典礼，哦，1945年。10月25号，伊讲共和节迄天，其实就是受降典礼。咱台湾开始落难的迄个日子，军事占领。伫这个牌楼，咱就看得出来。迄个时阵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知影美国人的温情，伫遮，三支美国国旗插伫这个所在。那是台湾被中华民国光复，为何因中国人就爱插美国旗啊？对吧？咱即马提这个相出来，会用个发现，原因在遮，美国温存的，一张国较水，一张国彩色的，啊，啥物彩色？因为这时间无干的呀。50年了嘛，你若拍 Google 的时阵，你容易去找到这张；你若拍光复节，就找这张相出来。这张是50年了，因中华民国咧庆祝光复台湾50周年，50周年是当时1995年呢，无偌久以前呢，所以才有彩色的呀。这已经改啊，改做中山堂，古早是号做光辉堂。哦，啊，恁注意看卖，这支什么旗啊？这支嘛是美国旗，对吧？50年了后哦，中国国民党还阁无未记美国的温情，是咱台湾人家己讲，唔知影，认错做老爸，对吧？啊，这更加完整，大家看了到底哦。这个就是拄啊，一张相嘛吼。这个是什么时阵？中华民国咧庆祝伊100周年的时阵。哎，伊庆祝100周年的，刚刚讲庆祝中华民国100周年的，迄个生日，那就爱彩美国旗啊。啊？意思讲，若无美国，伊无法度能活100年啦。对不对？同款啊，这张也是啊，吼、哦！啊，结果咱台湾人悲哀啊，后迄个戆台湾人呢，咧举伊这光复的新书牌啊，啊，佫举到欢喜个咧，笑到嘴讲开袂合呢，一时照讲哦，咱看到这张实是笑袂出来呢。悲哀呢？啊！这董先生讲，这是高级知识分子呢？啊，哪样呢？这台湾人哪样呢？足奇怪呢！哦，不是讲咱来爱个批评，是不应该做的啊。我不等哪里啊！以前，伊做这款代志是害咱的子孙，害咱规个所有的台湾人呢。啊，家己也阁无要觉醒。对啊，没有错啊，对吧？
啊，这张国家赢的证明，这只记得见，就是马英九讲，菲律宾拍死咱的渔船啊，诶，迄个船长了后，派这只公干出去，要去宣示主权，南洋主权，啊，结果出去挂什么旗啊？挂美国旗啊？啊？对啊，所以菲律宾看到美国旗啊，当然唔敢妄议啊，对不？所以才答应讲要核实的，要赔，对不？无以以前拢卖超人啊，对不对？所以各位来家，咱就要了解这是法律，哦，咱讲的拢是事实，咱唔是胡白讲。是哦，现在我们知道，所以台湾是被美国所温存的蒋介石的集团来军事占领，不是来光复。美国是受管者，蒋介石集团是被受管的代理。开始的时候，以那个受管的代理，开始用一般命令，过来再用《旧金山合约》第23条和第4条的规定，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必须利用法律的论述，美战的根据，哦，所以这种咱拢有当证明。对吧？啊，这个美战，美国自己本身冇甲咱证明，咱的走廊顶头有这张报纸，这就是讲习近平去拜访奥巴马的时候，隔天讲 CIA 顶出来的消息，这自由时报甲报的啊，讲你讲台湾地位未定，啊，其实呢？那个新竹州长有特别从这个所在给大家看放大，就是写讲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被军事占领，所以咱今仔日也阁是被军事占领。嗯，因为咱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台湾不管。和什么人讲？哦，被美国自己，或者是被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拢赶快，你拢无法度通改变台湾主权是属日本天皇，这个事实你无法度通改，哦，所以大家记住，咱坚定咱的了解。这什么人就无法子让个人推翻呢？所以最后咱的结论，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日属美战，没有错。哦，希望各位会当安尼证明给恁的亲戚朋友，还是讲不熟悉的人，给因了解。来，最后咱过来看这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个要安怎应用在咱台湾？先来了解这个问题，比美国温顺，到今仔日还阁留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伊到底是虾米遐性质的组织？1945年10月25日。也是依据一般命令第一号来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导航，所以开始执行军事占领。哦，1945年10月25号开始军事占领。
1949年10月初一，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台北，所以伊变作流氓政府，就是啥，千里塞北，哦，都给大家不看到，千里塞北，啊，千里塞北专门调是啥？比如你话个，大家介绍过啊。或者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不是 in Taiwan 哦。流氓政府，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伫咧台北。啊，这个要安怎证明？这两张相大家看过未？哦，最近才发生，2012年伫咧伦敦奥运的时阵，哇！开始的时阵，甲挂这支旗啊出来，结果第二天那支旗啊无去啊，吼、哦！第三天挂这支，这支就是请你栽培的那支旗啊，对吧？啊，来证明流氓政府啊，全世界拢知影，敢咱台湾人唔知影。啊，海外少年囡仔去参加运动会，举这支伫咧。哦，所以以后大家了解，那这个机啊出现，那无必要个加油，对吧？迄不是咱呐，对吧 ？OK， 中华民国的新主牌啊，蒙牌，对吧？中国自己本身个实力，伫咧南京写个清清楚楚啊，已经死亡啊，哦。所以咱即马综合甲看起来，蒋介石个集团是啥？哦，1945年是军事政府、军事占领，1949年变作流亡政府，但是伊即个军事占领嘛继续伫个哦，对不？所以变作两行，一个是军事占领、军政府，一个是逃亡来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美国是根据旧金山合约叫伊来代替美国占领，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嘛继续存在，所以会使讲安怎呢？自从1949年10月初一开始，伫咧台湾，同时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存在，对吧？一个是军事政府。这个是流氓政府，对不对？啊，结果呢，咱看未出来，两个拢是蒋介石的啊，哦，啊，真侪人家想讲，啊，这是一行尔。所以，很多人所以被模糊。把两个蒋介石集团，一个是军事政府，一个是流氓政府，混为一体，以为中华民国占有台湾，或者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而且挺多的错误呢，对不对？哦，所以咱唔能够犯这个错误。哦，台湾目前有这两个蒋介石放落来的集团，才会让大家流沙沙。啊，因为台湾的领土不是中国的，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定就要离开台湾，伊袂使踮咧台湾就地合法。所以。台湾的军事占领，就要让美国亲身来执行，这样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才有办法让人正常化，对吧？啊，最后再借用各位5分钟的时间，事实证明中华民国已在打包行李，
恁知影无？已经证明，会用一个各位证明。你看这架飞机上的，是安怎？标志对吧？啊，这架呢，嘛是美国的啊。这架飞机是踮咧航空母舰伫咧起飞的时阵，啊，这么清楚呢？哦，啊，这架卡车像的，啊，你看在？无人个啊，没有标志啊，啊，啊，这架健康车像的，啊，只为一个硬壳啊，即嘛无去啊，这硬壳是古早的车轮牌啊，对吧？你看，拄啊，迄只是停掉的，啊，即嘛即几只呢，是咧也演习的时阵啊，吼、哦，你个看，敢有啊？啊，你看即只直升机，嘛看无啊？其实只拢拆开啊，只拢拆开啊，吼、哦。啊，这架飞机啊，当然安尼看无啦。其实这架飞机嘛无啊，这嘛同款啊。以前有车轮牌，即嘛看不明啊。吼、哦，甲美国个比较，美国个是安尼一看就知，啊，这已经看不清楚啊。这 F16啊，对，啊，这架即嘛上新呢，好吧？有无有标志无？看不出来啊，对，不明啊。啊，公干同款，即嘛无，敢若有号码尔。啊，即啥个？啊，即只啥个？啊，对啊，对毋对？啊，有中华民国个无？无啊。所以，必须你来讲，美国来办中华民国个喙齿，即只好喙齿甲夹慢条个时阵，伊就袂夹人啊。哦，即马阁证明我你看，即2009年的时阵，《自由时报》就报啊，宪兵系统爱撤销。宪兵是咧从啥？咧管兵啊，对无？宪兵是兵啊的进展嘛。啊，宪兵要甲撤销，啊，兵啊就无人管，敢袂使？比赛嘛，对吧？啊，现在伊在撤销。过来，2012年联群走入历史，联群是咧怎样？咧保级的，平安要食饭，要穿衫，就爱靠联群。啊，即卖联群个会址走入历史，平安那个腾，免穿衫，免食饭，干比赛？未使咧，对吧？过来，去年5月时阵，《苹果日报》甲报出来，三军司令部要裁撤，诶，军队的司令部甲撤销，无人咧指挥的军队，敢有迄个军队？有啊无？过来，这立法委员笑的。迄、那个洪仲秋的案件，因讲怀疑个，踮咧立法院通过一个法案，什么法案？军法审判法修改案件，立法院通过。5月以后，军法案件移司法审判，无军法。哦，兵啊，那犯罪，唔是用军法来个处理。所以用老百姓的法律，敢无迄个军队？啊！你即马咱即四张相，你甲连做一个，无宪兵伫管兵啊，无人群伫咧提供粮食、甲衫裤和兵啊穿，啊无司令官咧做指挥，也无。军法会用个审判，即个军人，
安尼，迄个军队还阁有伫个无？无啊嘛。这是毋是证明？这是毋是中华民国伫咧宽保啊？就爱走啊？你放甲赶，所以咱的希望到位啊！吼、哦，大家坚持自己的信心。好，今日介绍阿姐，多谢。啊，各位同心啊，下课休困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这节课休困五分钟哈、哦，这节课休息五分钟，等一下五十分开始上课，好、哦，稍等下五十分开始上课。